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节目分。是的，没错，今天分母给大伙整个新节目，主要是有人说想看这种问答类型的视频，既然你们想看，那我肯定都会做的啊。除了让我玩使命召唤呢，以后偶尔会给大家出一出关于意识的题目。下面就开始使命召唤手游小镇做题家环节。第一道啊，好吧，也只有一道，就是过突尼斯 VIP 时，请问用下面哪种方式过最不容易死 ？A. 跑步过 ，B. 跳跃过。C 盾 ，C 滑铲过 ，D 滑铲跳过 ，E 假动作过。你们答题的时候发评论区或弹幕就可以了。评论区里能最快说出答案，并且给出合理理由的，我也不知道要给什么奖励，哎，之后再说吧。因为今天这视频只是起尝试，反正这玩意你们别看挺简单的，这些题目都是我看你们视角时你们经常放的问题。其实也不能说是问题吧，只是每种方式死亡率不一样而已。如果有人说他喜欢爬着过去，那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，确实可以爬，但可能死亡率会稍微有点高。那么答案会留在下一期问答视频的开头，在这里顶多给个提示，操作难度越高，不代表就越不容易死。好了，下一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